我有红色，然后我你搁有红？对啊，我唔呐有啊，我搁一个后生在读高中呢。我呐哦是开一间建设公司啦，啊唔过少年时阵我甲伊做伙拍拼，伫咧卖便当啦，所以讲我真会做迄便当的菜啊。啊唔过较油的手落菜吼，我都袂晓啊啦。哎，啊唔过煮排骨吼，我是一流的呢。你若唔相信哦，恁家敢有排骨？我即马煮互恁食。等一下啦。这也免证明啥啊！而且我阿姊哦，伊煮食嘛足好诶，伊嘛足够煮排骨诶啊！你敢会晓吃啥？吃啥？我嘛有一台载风车，你会当去试看卖无？载风车哦，我著根本未晓用啊！对吼，啊未晓用，毋着拄好证明我毋是迄种行李。好，啊，伊迄台什么载风车伫咧倒，你带我去。妈，啊，伊的线还袂穿过，怪穿线，伫咧倒哈。调够野，这边哪调够野啦？